的救赎主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更是我们生命盼望的来源。我们要献上一切的赞美在你的面前，感谢主，在过去的一年，尤其在疫情期间，更是加添恩典在给我们，使我们丰盛有余。我们要献上一切给你，因你是我们最爱的耶稣，我们愿意完全的顺服你，降服在你的宝座前。满城声